俺们弄不着那么难，俺们这。我老爷。我奶奶奶，把那袋子干啥？那。来，莫下这里，俺们的地还多嘞。这个呢是之前我们晒干的辣椒，干辣椒。最近呢，我们这边不是长那个冬笋了吗？所以呢，今天打算来做腌制一点酸笋吃。需要这个干辣椒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它这个辣椒蒂给弄掉。之前我们晒干的时候是没有弄的。看一下这个辣椒蒂，我们已经全部弄掉了。现在要用那个机器呢，把它给打碎。哎呦！这是呢我们炒好的糯米，现在呢我们先把这个糯米给打碎，打成糯米粉。很独特的一种味道啊，怎么了？